不用怕，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。孩子的心灵就好像这些花一样，如果不用心照顾，他们又长不漂亮。他几乎比任何一个人都能洞悉每个个案的心理，这可能跟他的童年有关吧。十几年前的事，现在要查真的很困难。就算让你找到凶手，你就会开心吗？秘密花园，12月29号星期三晚上8点，优频道。